就主任，我们来比一个赛，难一点的，难一点的是吧？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单脚站可以站多久，而且眼睛要闭上。好。好，那我说开始就开始。好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真的？为什么没有办法？你没办法吗？对。这样子不行啊，主任。怎么办？这个是在练习我们的平衡感。我一直觉得我平衡感很好啊。这个没有在视觉的辅助之下，你的平衡能力。嗯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多练习的话，这个是可以预防跌倒跟大脑的健康哦。嗯。要不要多练习？要。你没看我现在正在练习吗？小心小心。